罗马书第八章一节，现今遐伫基督耶稣里的，就无定罪，因为属生命圣灵的律，伫基督耶稣里已经偷办我，互我脱离罪甲死的律。三节，律法既然对肉体来两者有所未会行的，神就找家己的子正做罪身的形状，做赎罪祭，在肉体中来定罪案，和律法的义成就在咱这个无照肉体是照圣灵的人身上。五节，因为照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照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佮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甲神对立，因为无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袂会降服。而且属肉体的人袂会得神的欢喜。九节，如果神的灵若点伫恁心内，恁就无属肉体，乃属圣灵。人若无基督的灵，就毋是属基督的。十节，基督若伫恁心内，身躯就因为罪来死，心灵却因为义来活。独独乎耶稣对死来复活的灵，若点伫恁心内，迄、那个乎基督耶稣对死来复活的，也要照着点伫恁心内的圣灵，乎恁下死的身躯搁活过来。十二节，兄弟啊，安尼看，咱并毋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肉体来活。恁若顺肉体来活，就会死；若靠着圣灵伫死身躯所做的歹，就会活。十四节，因为凡那乎神的灵所带的，拢是神的子。恁所受的毋是罗卜的心，地教搁惊吓；所受的乃是子的心。对安尼，咱呼叫阿爸爸。十六节，圣灵教咱的心。三个见证，咱是神的子儿。既然是子儿，就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甲基督同做后嗣。如果咱甲伊同受苦，也要甲伊同得到荣耀。十八节，我想现在艰苦，若比起将来做要显明乎咱的荣耀，是袂堪得比拼的。十九节，受造的物。毋忙伫贪好神会将囝显明出来，因为受造的物伏伫虚空的下，毋是家己愿意，乃是因为迄个予伊安尼的。二一节，但受造的物伊原毋忙脱离败坏的辖制，来入伫神家己自由的荣耀。二二节，咱知一切受造的物做伙脱开劳苦，直到今仔日，毋若安尼。就是咱这个有圣灵陶醉的规矩的，也是家己心内脱开的贪好得到子的名分，就是咱的身体的赎回。二四节，咱得救是对恩望，那是所看到的恩望，不是恩望。什么人要恩望伊所看到的呢？独独咱若恩望迄个所未看到的，就要忍耐贪好。二六节。佮亲像咱的软弱，有圣灵帮助，因为咱本毋知影着怎样祈祷，独独是圣灵亲自用讲袂出来的吐气替咱祈祷。二七节，监察人的心的，也知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接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二八节，个人咱万事拢互相效力，互爱神的人得到利益。就是照伊旨意必掉的人。二九节，因为伊大圣所在的人，就大圣定着效法伊囝的模样，和伊的囝伫真侪兄弟中做大囝。大圣所定着的人，佮调因来；所调来的人，佮称因做义；所称做义的人，佮予因得到荣耀。三十一节，既然是安尼。要有什么讲的呢？神若帮助咱，什么人会抵挡咱呢？三十二节，
神既然无爱惜家己的子，为咱众人献伊，敢无煞将万米甲伊做伙白白赐予咱吗？三十三节，什么人会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因作义。三十四节，什么人会定因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，而且对死来复活，现今伫神的正边，也替咱祈求。三十五节，什么人会乎咱甲基督的疼隔绝呢？敢讲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妖恶吗？是赤身裸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三十六节，亲像圣经所记，阮为着你的缘故，规日被抬，人看阮亲像要抬的羊。三十七节，连伊靠着疼咱的主，伫这一切的事上，已经得胜有春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赛，是掌权的，是有关联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悬的所在，是深的所在，也是别的受造的物，拢未会乎咱甲神的爱隔绝。这个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里所有的。